又到休息了好久、哦。你要到哪里放？有自己的板子就是这样方便、欸、就是要滑就来滑，只是要背着。是要背着？对啊，不觉得就是要背着吗？下一段在护路吗？冒要下一段再帮你录影吗？扣好哦，有一点冷哎、欸，我来戴帽子。
才有一点冷。对啊，后脑勺有一点冷，所以戴薄帽子来。啊？那就这个系列了。好啊，我说下一趟你要录吗？我会一直重复练习。爬起来的，为什么？就是这样。难爬起来，
站不起来，很难站，也是扎实。
Thank you.
去多尔一趟了，我然后都没有看到你，因为我就看很多人啊，还是不好哎、欸，是不会紧张。那你刚刚有看到我摔倒吗？你没有看到，我摔倒爬不起来、欸，第二趟的时候不好爬、欸，因为它雪很搓也搓，搓就搓到底下去，有一点点像没整定，对啊，对那种感觉，对啊。哎呀，有点，我觉得有我会摔倒，也是因为脚插到了，插到土里面，对，就插到里面去了啦。谁啊？你都佩服什么？我的那个房子是自己想弯就弯，啊，不然都是人啊，怎么办？都是人，怎么弯大一点？怎么了？
啊？
去的。嗯，Thank you.
啊，你有在帮我拍哦？你在帮我拍哦？我乱滑哎，我滑得很乱哎。你要我帮你拍了吗？啊？那我帮你画拍啊，你练好了没？要我拍了没？我帮你录吗？
发现一件事啊，我听到的声音是我自己的声音嘞，不是别人靠近我的声音嘞。
Thank you.
怎样？剩下，这我说剩下，刚刚就讲这样42分钟。对，然后努力练啦、啊，最后大概45分的时候，再来互相录。好。
Thank you.
的。
你有没有看到我啊？